好，各位学员好。那个，今天其实是很难得哈、哦，请到我们的指挥家，哦，邱君强，老师，哦，过来。那他其实比较熟悉的是在舞台上，就下面大雄管弦乐团在这边指挥。那这一次是我有点，刚好八月嘛，就也是疫情的关系啦，不然他八月通常也不在台湾了，也很难得请到了。那他本来一直说哇，演讲比较不是他专长，我就你就说试试看，你就放你的影片。那他其实他的影片在 YouTube 上面很多，好，他等一下也会放一下。所以说听一听的话觉得过瘾，回家还可以上这个 YouTube 来看，邱老师的风采哈。那邱老师，原来是台大化工系毕业的，可是他从小就对音乐很有兴趣，所以他从小就学钢琴。那学钢琴之后，他就转往指挥，那他真的是很厉害，因为，他就到柏林艺术大学去考试。那我那个年代，我是一到八零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大概是九零年代，你是九几年才过去的，九三啊。那我那时候去的时候，真的九一年我已经回来了。那我们九一年去的时候，我1990年，我1978年去的时候，那两三年，柏林艺术大学还没有我们自己去的，因为很难考。那到我之后有一两个作曲的有考上，然后后来有一点钢琴的，那还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考得上，有的没考上就跑。以后来两个统一之后，他们会到西柏林去，西柏林那个汉斯莱斯这样。那柏林艺术大学，因为柏林是一个首都嘛，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不只是那个卡拉扬那个大指挥在那里，还有很多很多一流的世界一流的音乐家到那里。所以这个艺术大学音乐方面是很难考，因为他既然去了一考就考上了，我就考上了那个指挥，所以他在那边也念完之后，又在布拉格，当这个助理指挥让很多年，爸爸希望他回来，所以他回来。那在国台交，待过当指挥，后来主要就是在这个，台北爱乐的这个歌剧工作坊做艺术总监。那我们现在歌剧很少看到嘛，那它这都是比较属于民间的，不是歌剧很花钱嘛。可是我们有很好的声乐家，所以变成这个爱乐的歌剧工作坊，变成是我们声乐家能够实习演唱上舞台唱歌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舞台啊，不是，就是他们可以这样子演唱啊、实习啊、上台啊。那邱指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哈、那另外就是他在台湾音乐方面，这也是特别跟川西老师推荐邱指挥的关系，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作品。可以今天早上我们听到哦，因为他下午要讲，所以我早上就也没有介绍哈、比如说萧汉老师的《玉山颂》，然后马水龙老师的今天有讲玉山的，因为用无形的神变啊，用李奎贤诗人的诗做有个唱团的，另外像戴德勒的《921安魂曲》啊，还有很多很多相关钱南章老师的，就是台湾的古典音乐里面的很多的经典作品，就是邱指挥上台指挥的，那我在 YouTube 上都可以看到。那我们来用热烈掌声来欢迎这个邱指挥。不是很习惯演讲的东西，到时候如果说我讲话比较含糊或者讲太快的时候，请大家要跟我反应一下，不然的话就好像就变成好像我一个人在那边唱很小心，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我蛮欢迎就是说大家随时在
在那个这整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我们不一定说非得要等到什么 Q&A。我其实比较，我个人比较喜欢跟大家的互动这样子。好，我觉得一个人在这边这样讲很怪。好，我个人不是那么习惯这件事情。OK，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那今天就是说，我要怎么讲呢？就好，就今天好，我为什么会到西方去学？就是说那个所谓大家所谓的古典音乐哈，然后或者是我们可能来寻找另外一个名词，好比说，我以前是喜欢讲严肃音乐，然后也有人会建议说，既然那个叫做 classical music， 那我们也可以翻经典音乐这样哈。但是因为通常我们讲古典音乐的话，古典是我们中文就用 classical 这种词，很多人就是用 classical 就是古典。但是事实上，在西方的音乐的发展脉络当中，古典其实是特指一个时期而已，它并不是指的整个音乐的风格这样子。好，它只是特别的一个时期。那我如果说我用一个另外一个名词哈，就是说我喜欢用严肃音乐，为什么呢？我是严肃音乐这个东西想要跟一般的我们熟悉的流行音乐来做一个差别哈。那所以以下我如果讲到这些，就是这种所谓西方的大家一般所熟知的古典音乐的这个名词，我会用严肃音乐这个名词，因为我个人不喜欢用古典音乐哈。好。无论如何，就我们现在先开始讲一下为什么好，就是说我会到国外去学这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其实比较起东方跟西方的音乐文化来说的话，当然不可讳言的，就是这包括跟国力的强大跟那个文明的强盛也有关系。可是不得不承认，就是说在音乐这方面的发展，听觉艺术上面的发展。西方这边当然每一个地方他们有他们自己民间的音乐，民间的一些素材，音乐的素材。可是呢，要把这个音乐要做到很大很长，然后甚至足以到有各式各样的情绪在一首曲子当中，大概真的就是欧洲的我们所谓的欧洲这三四百年来的严肃音乐才办得到这件事情。那其实他们这个发展其实是很久的哈，从一开始的时候是主要是宗教音乐，大家在教堂里面唱诗，然后慢慢的有一些乐器，好，就是因为民间会用一些民间的乐器嘛，那慢慢开始这些乐器也经过就是一个互为相长的一个趋势，就是说乐器也会越来越进步，那乐器越来越进步的时候，作曲家也就会因应乐器的进步，然后他会写出更难更艰涩的曲子，然后同样的他更难更艰涩的曲子也会刺激这个乐器不断的各个乐器不断的再去改良。好，那这些过程这都是一个比较技术性的一些问题。那讲到音乐的素材来讲的话，其实在最早期的时候，就是说除了唱诗班里面的就是赞美他们的造物主，赞美这个首先唯一的主宰，就是上帝，或者是圣母玛利亚，或者是耶稣 whatsoever， 就是说我或者是三位一体的圣灵、圣父、圣子都有可能。然后但是呢，就是其实跟西方美术史的发展脉络有一点点类似，就一开始他们的素材多半是宗教，那不然就是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好，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大概在十四五世纪开始，就慢慢的有一些，因为中产阶级慢慢的抬头，然后有一些世俗的音乐出现，然后这些音乐就不再是宗教去 dominate， 而且一开始那个基督教其实是很反对多神教的，所以希腊跟罗马神话的这些传说基本上在教堂里面是行不通的。好，那所以基本上这些故事或什么，或者是一些剧，好，演出的一些剧关于跟这些东西有关系的，大概都是在民间流传。但是慢慢的音乐这个东西，一些比较严肃的音乐，一开始在教堂里面唱音乐，慢慢也就流传到民间了之后，那所以呢，开始就是会有一些剧，好比说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歌剧这种东西。那歌剧这以前就是刚开始的歌剧，绝大部分的素材大概都是希腊罗马的传说。然后他们还有另外一种戏剧叫做神剧，那神剧跟就是可能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东西，可能然后还有一种叫做受难曲。好，那这些受难曲常常就是希
当中关于耶稣是受难的那个四个福音史家，好比说马太福音，巴哈就是大家讲的巴哈就写了马太受难曲，然后他也写了一部约翰受难曲，就从约翰福音出来的，讲耶稣基督是受难的事情。然后像好比说韩德尔的几个最重要的神剧，像好比说弥赛亚，或者是那多半是出自旧约的圣经这样的。好，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是从是跟宗教有关系的素材，然后他们也写成了剧，但是这个是就是一些宗教剧或者是清唱剧或者是受难剧这样。那但是呢，现在开始有一些歌剧，好像蒙特贝尔蒂开始写歌剧，韩德也写非常非常多的歌剧。那在这些他们这些素材里面，多半都是比较世俗化。那世俗化的来源往往是希腊罗马神话，那再不然就是很可能像亚那个时候还没有莎士比亚容易写，但是好比说英国作曲家 Purcell 他写《戴诺曼 Aeneas》，就是从那个也是希腊罗马传说当中特洛伊战争的其中一个 Aeneas， 他逃亡到意大利，然后在中间他跟迦太基的流亡 Dido 然后相恋，然后最后他因为他有他使命，他要到意大利去建国，那所以 Dido 就在那边自焚而死，因为他被抛弃了这样子。对，那凡此种种，在大概14、15、16世纪的时候，如果有这些音乐，或者是无论是世俗的，或者是在教堂当中演出的，那都就是绝大部分是出自于宗教的信仰。然后接着呢，慢慢的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就是这些东西发展到一个程度，大家也知道，其实人类的整个艺术的创作史，或者是各种历史上面，就是常常会有一些事情，它走得比较过了，或者是走到一个瓶颈，大家就想办法要选择突破。有的时候是觉得这个东西太过去，我们要把它拉回来；然后有时候是觉得说啊，我们要突破到另外一条路上面去。那后来就是在 Bach 之后，好，你也在 Bach， 其实 Bach 写音乐的时候，他已经非常非常注重了一种什么东西，就是一种音乐上面的音与音之间的逻辑性，还有动机跟动机、旋律跟旋律中间的逻辑性，还有结构的合理性。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到了海顿、莫扎特跟贝多芬大家熟知的这几个作曲家的手里面，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叫做古典乐派。这个东西就很像是什么呢？很像那个欧洲的黑暗时期、中世纪的黑暗时期走到某一个程度，然后呢就要文艺复兴。然后这就是说巴洛克的艺术走到了一个极致的时候，大家就拉回来说，我们现在应该要重视的是音乐上面的结构，然后声响上面的平衡，还有那个逻辑性上面的纯粹的。所以在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他们就比较是重视这个东西。好，那当然这只是很浮泛的一种说法啦。好，对，因为其实如果说真的要去探究他们的音乐，然后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最真正最贴合所谓古典主义精神的，其实是海顿。这是我个人的讲法，好，不敢其他人。对，为什么是海顿？而且海顿还不是晚期哦，是他的中期跟早期。他的那个音乐其实是最朴素，也最注重结构的。然后莫扎特来说的话，他其实他是所谓的，他也追求这个结构的平衡、声响上面的完美，然后逻辑性或者。但是莫扎特其实他在根底上面，如果说弄他很多音乐之后，我其实觉得莫扎特其实有相当相当多的巴洛克精神在。什么叫做巴洛克精神呢？巴洛克就是一种，它是一种雕花。好，就是说在建筑当中，大家如果去看巴洛克式的建筑跟文艺复兴式的建筑，大家会看到巴洛克的建筑，它上面有很多的装饰。然后呢，但那个装饰其实都是为他们，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是为上帝服务，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一种美的。对，然后他们觉得是那在美学上面，他们不是追求的那种朴素，他追求是更华彩。那事实上，莫扎特的音乐风格对我来讲，其实它是相当华彩的，就是在古典乐派的这大家最有名的这三位作曲家当中。然后，而且呢，莫扎特整个生涯当中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歌剧，海顿也写歌剧，但海顿的歌剧现在基本上很少在演。贝多芬也写歌剧，只写了一出。对，那这就是莫扎特不一样，他写了好多的歌剧，然后这个歌剧基本上就我刚才讲到的，歌剧是属于世俗。比较世俗的音乐，但是世俗音乐就是，莫扎特在歌剧上面，他就可以发挥更多他的长才。那你说莫扎特的这个歌剧当中，
他每一出每一个歌曲每一个音乐他其实也都很遵守就是说古典主义的平衡，但是问题就来了，事实上有时候这个戏剧性的效果上面这已经脱离了古典主义他们要求的一个 balance 的一个范畴这样。对，那所以莫扎特到晚年的尤其他晚年的几个歌剧他所具有的歌剧的张力其实那个时候应该其实应该说这些时期我们要去界定其实都很简单，但事实上的背后都非常的复杂。好比说德国在文学在差不多18世纪末的时候已经进入狂飙主义，也是狂飙主义是什么？狂飙主义就是18世纪最后几年到19世纪开始那个文学的浪漫主义的前导，也就是说已经有那个东西在预示了很多的事情即将要发生这样。那莫扎特的音乐事实上也是站在这个你看，莫扎特过世的时候是1791年，那时候就是狂飙主义最盛行的时候。然后接着第三个就讲到贝多芬，那贝多芬的话就更不用说了，那大家就想象他整个那个过程。他一开始当然他有还是有得到很多贵族的资助或者什么的，到后来他慢慢的他以他自己一个作曲家跟他一个他自己的那种就是有点像启蒙主义、人文主义那种东西为他的一个 background 这样。然后他就是如果说整个作曲家上面最第一个就是说觉得说他是作曲家，而且他要以作曲家的身份自力更生，他的创作不愿意受到各种什么人情或者是委托或者是什么的。当然他有时候还是会接委托为了生活，可是他更多的作品是为了他自己的理想做下去。那个当然第一个就是贝多芬了。好，那莫扎特他可能也很想这样做，可是生活挥霍无度，到后来他实在活不及还没走掉。但是即使这样，莫扎特还是做了很多他想要做的事情。但是第一个会让我们觉得说他的音乐充满着前所未有的一个力量，那就是贝多芬了。好，那所以这个古典主义走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事实上，就像巴赫，他是承接在巴洛克到古典当中的，他也对之后古典甚至到后来浪漫派的写作音乐的营造方式有起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想说他是音乐之父？音乐之父当然不是音乐之父，音乐不是从他就开始才开始的这样，只是就是说他扮演一个很重要的成员及后的角色。如果我们假设把从巴赫开始那个音乐整个到现在的音乐，我们叫做近代音乐的话，那他的确是近代音乐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甚至你要讲他是近代音乐之父，我觉得都不为过这样。然后第二个承接其后的贝多芬，他就是承接的就是在古典所谓的古典主义的那段大家想到古典主义的那段时间进到浪漫派，那他就是在那个中间的转移点这样。大概就是这两个大概都是最重要的。这方面两个作曲家，然后接着呢，音乐这素材，他就慢慢的到浪漫主义的时候，开始越来越有个人的感受，而且甚至是更直接的要去表现出来。那是时候就有几个作曲家，好比说舒伯特、舒曼，甚至贝多芬本身，他们其实用了很多很多的文学家，很多的诗篇，很多的诗，写了很多很多的歌曲，特别是舒伯特跟舒曼。好，他们用当时歌德、席勒，或者他们那个时候跟他们同一辈的什么小米手，还是类似像这样名，我有点想不起来。总之那个时候海涅，对，那时候有好几个很重要的诗人，他们的诗都有入他们的音乐里面这样子。好，然后呢，接着，然后再来就是特别是管乐器，管乐器在19世纪初的时候，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得到很大很大的改进。那所以呢，在整个交响乐团上面，它的那个幅度、音色可以越做越多，越做越大。对，那所以也因此就是说有很多的那个个人的演奏乐器的一些技巧，在这个地方有的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提升，也是就是在这几年，就是从大概1790到1834年吧，大概在这个50年当中，讲到几个代表性的人物，好比小提琴跟帕尼尼。对，从帕尼尼开始，小提琴的技法整个是往前踏一大步。那钢琴的话就是肖邦、李斯特，对，就是这两个人把钢琴的音色会影响到后来，所有的人几乎都想要，就是把钢琴的音色或者是钢琴音乐可以做到的一个程度，他们也是往前推了好大的一步的。对，然后这是浪漫派一起初期发生的事情。然后接着呢，慢慢的，
就是说这种个人主义的，它只会越来越膨胀。今天一个人在表达这个自我的时候，到后来有的人就说我不表达自我，表达更比他更厉害，我要更强烈，或者是我甚至我的这个自我都可以，甚至都可以跟当时欧洲有些国家，就是因为法国也是统一比较早的国家，但是其他有些国家他们想要找回他们的一个民族的团结，或者他也想要建立一个国家，然后甚至足以跟当时最强大的法国能够相抗衡。尤其是法国那时候又大革命之后，其实他们在欧洲的那个传统的强权的那个地位其实也受到了动摇。那所以其实说像德国啊、意大利就也会有一些这种就是民族主义的思想会展现出来。那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华格纳。那华格纳基本上他除了他要的就是他们那个日耳曼民族的一个自信，然后他也希望能够为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地区，当时还不是一个国家，为这个地区他很期待能够有用一些文明或者用一些文化传统的力量能够去达到一些什么样的效果，能达到一些什么样的凝聚力。所以呢，他那时候他自己就取材了很多中世纪好日耳曼的传说，好是属于日耳曼族的。好比说他就从那个古老的尼贝龙的诗歌，或者是古老的那些在欧洲到处流浪的创诗人所流传的各种故事，像好比说他最有名的几个歌剧，什么崔斯坦尼索德啊，那就是那个在中世纪流传已久的那个流畅诗人，然后的故事哈，关于那个康瓦尔王马可王的侄儿哈，德沃尔的外甥崔斯坦跟爱尔兰公主一手的中间的那个爱情悲剧啊，然后不然就是说像什么他写的 Parsifal， 那 Parsifal 其实是那个中世纪关于圣杯骑士里面的一些传说。然后什么他的儿子罗安格林或什么的，对，然后甚至他用尼贝龙诗歌写了尼贝龙指环，然后甚至说他在那个最没有神话色彩的一个歌剧，最没有传说色彩的一个歌剧，就是纽伦堡的民歌手，他这个他的里面的主角是在德国中世纪真的有名的一个歌唱的大师，就是说他平常是是一个鞋匠，但是那时候德国有一些中世纪有一些工会，然后呢，他萨克斯就是其中的，在歌唱技巧跟歌唱的修养上面是一个佼佼者这样子。对，那就是他就是借由纽伦堡的民歌手这东西，他去宣扬那个日耳曼德意志的那种荣光这样子。好，那所以就是说，这种开始慢慢的伴随，除了个人的主义之外，然后慢慢的伴随着，有民族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或者是说自己传统，好，我自己文化上面、文明上面的传承的一个使命感，开始有这些东西产生。然后接着呢，又有另外一些人就说，我觉得很多素材我们其实从民间开始来找啊，这样，那所以就开始慢慢的。有所谓的后续成为国民乐派的一些人开始出来了，开始一些作曲家，大概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好比像在波西米亚地区，当时叫波西米亚，因为当时还没有捷克这个国家，当时波西米亚是属于奥匈帝国统治，那但是那个他们也慢慢的在，他们本来其实被压迫的很厉害，但在19世纪奥地利有一个奥匈帝国的皇帝叫做 Franz Joseph， 这个皇帝稍微比较开明一点点，所以呢，在波西米亚那个地方，他们就是当地的那个地方的语言，对，就是现在的捷克语，好，或者是现在的斯洛伐克语，好，就是现在捷克跟斯洛伐克现在分成两个国家了，好，那就是说这个语言本来一开始其实是被禁止的，好，这个就有点像台湾几十年前大家不能说台语一样的意思。后来 Franz Josef 他是在这种方面他比较开明的一个结果，所以波西米亚人这边开始有一些在音乐上面创作上面的一些自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其实音乐的这个创作当中还有跟语言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今天是听一个法国作曲家写的音乐，跟听一个德国作曲家或奥地利作曲家写的音乐，其实你就会发现那个不一样，那因为跟他们从小讲话，其实跟我们就是我们这样讲话的时候，我们其实习惯一种共鸣的方式，或者是习惯一种，一
种声响，然后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待会大家听一听台湾作曲家就知道，那个脑海里面就是，那就是属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那所以这时候像波西米亚地方，它就产生了像 Smetana， 或者是哦，题外话不可以念 Smetana 哦 ，Smetana 是一种鲜奶油，这里要念 Smetana。OK， 好，重音要摆在 Smetana， 就是第一个重音 Smetana。好，那 Smetana 就是或者是之后它的像 Dvorak 啊，然后甚至 Dvorak 在之后还有 Janáček。而且这些他们其实他们的音乐的素材都非常非常根基于他们，自己的，要么自己对他们国家或者是这个当时不能叫国家，当时他们地区的一些音乐的元素，还有甚至说最简单的就是他们所能晓得民谣或什么，他们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做出来，或者是描写他们本身自己地方的一个景物或者是什么的，对。那待会儿我就稍微讲了这段，我们等一下会听啊，听第一段音乐，这段音乐很有名哈，那大家可能听一听就知道哦，原来这是什么曲子。然后，我们可以去，反正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要去探讨这些音乐的素材，然后呢，他们也开始做了很多的民间歌谣的采集，好像好比说民间歌谣采集在匈牙利最有名的，后世最有名的就是很像巴尔托克或者高大仪这样，好，那是在匈牙利当中。的音乐家，他们就做了很多的民谣的采集。事实上，台湾也有，哦、台湾在差不多1950-60年代吧，是不是1950-60年代？这个问严老师最知道。好、哦，开始台湾有很多民间的一些歌谣的采集。那时候60年代哈、哦，那时候是史维亮啊、许常惠他们比较常在做这些事情。1966-67，大概是这个时候。对，那时候就差不多。然后还有包括不是只有属于汉民族的，还包括了原住民族的，好、哦，还有包括原住民很多的。但待会我们会听到一些音乐，就是其实会发现说，哦，原来台湾的作曲家其实他们真的采用了很多台湾音乐的一些元素，然后去做，包括自己从小到大听到的声音的庙会啊，或者是旁边路边可能有一个柏林的。青梅啊，什么啊？他们可能在路边在那边拉的古琴啊，或者其实他们脑海里面其实就是说，对音乐很有 sense 的人，他们脑海很这段很自然的会根深蒂固于他们的脑海当中。那我们首先先听一个，我们先听一个西方的音乐。我们现在听那个 Smetana， 然后他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连篇的交响诗，叫做《我的祖国》。好，那大家想到，哎呦，他其实叫做 Ma Blast。Blast 其实就是我们中文翻祖国 ，Blast 其实就是英文的 Fatherland， 德文的 Vaterland， 就是说我的故乡，故乡，嘿，对对对，好，我的。然后我们常常讲母语，然后讲 Vaterland， 因为在德文的话，母语就是 Mutterschaft， 然后讲我的生长的土就叫 Vaterland 这样子，好，然后所以就一个雄性一个雌性的，然后它这个就是。他有六个交响诗诗篇，然后前面两个都是写景色，好写地方，然后中间第三个是写故事，然后第四个是写一个原野，然后第五跟第六两个又是写他们宗教改革，因为好那这有个题外话，其实宗教改革最早是还是发生在波西米亚地区，而不是大家知道的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比起一样故事，当时在。就做这个宗教改革跟天主教会作对的那事情，马丁路德几乎晚了100年。好，杨牧师应该差不多比马丁路德再早100年，其实是差很多的。只是后来杨牧师大家知道嘛，总是大家后来就是即使一开始大家很团结一致的要去对抗天主教，但是中间要么就被人家分化，要么自己开始有些意见不合，然后大概都反而自己在那边起内讧那样。然后这个 Smetana 的《Marvelous》的最后两段就是讲这个那个宗教改革的故事，也就是说，他这个六首交响诗当中，他的取材全部都是波西米亚地区的，要么就属于他们自然，要么就是他们的传说，那不然就是他们的景物，然后还有他们的真实发生的故事这样。对，那也就是说，这个取材就是其实是很明显的。大家其实想一想啊，从巴赫
到 Smetana 或者是跟他同跟 Smetana 同时代的这些作曲家，他们去发展，就是去取材发展，然后去寻找音乐的素材，其实也经过了一百多年。好，也就是这个人过程可能是一两百年的一个过程。那台湾事实上，因为我们其实已经知道了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在这块土地发生的这几十年当中的音乐创作，基本上是几乎可以算是一个缩影。大家会去各自去找他们想要的素材，这样。但是也就是说，欧洲可能一两百年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这几十年就发生了很多了，这样子。好，那我们先放一下这个斯梅塔纳的这首《莫道》。然后这里听到它有小提琴的那种拨弦，好，然后还有那个长笛的这十六分音符的，然后就其实就一开始就想象这是莫道的上游，然后那一开始的那个河流还非常的细碎，还是那种涓涓细流这样，然后有时候可能那个弦乐的那个叮咚的那声音就很像是水滴滴在，它有一个落差滴到那个下面的那个水的那种感觉。然后现在慢慢的那个涓涓的水流，慢慢的会变成汇聚，变成是一条河流这样。
多他的曲子，包括他的歌剧当中，也随时都会有这种相见舞曲的那个场景音乐出现。然后现在接下来大家会听到一个很安静的一个段落，就是那个河流，它让它经过的打猎的人群，然后人们的跳舞。然后现在的时间进到夜里面，那大家就可以去想象，从那个配器声响、乐器声响当中去想象一个比较平静的、波光粼粼的一个河流的一个景象。想象这个弦乐的那声音，好像是那个慢慢浮起来的在河面上面的雾气。对，然后继续，但是十六兵五音拳还是在啊，那长笛，对，它这个一直水流还是一直缓缓的在流动。竖琴的那个声音，很像是那个月光在水上点点的那种粼粼波光，大家可以去发挥想象力。音乐上面的结构在里面，对，它不是单纯，它借由这个弦，但是它音乐的结构还是潜藏在里面。像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说它像是一个再现部，那中间的鼓是拉的。然后待会这个水流，然后之后会有比较戏剧化的段落，大家可以想象的，它是到了一个比较湍急的地方。待会大家听就会知道我们说的意思，听得明显。
现在问一个题外话，大家有没有去过布拉格？有去过布拉格的请举手。这边就是在描写当诺瓦道夫流到布拉格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布拉格是诺瓦道夫整个流域当中，它就是留在布拉格的那个地方是最快的。认知，然后有所真的是要自觉性 的一些认知，而不是随波逐流，就是说啊，这个世界上在干嘛你就跟着干嘛这样子。先要了解到自己的这个东西之后，我们才能够世界化。那不好意思，这位那个布拉格那一段都没听到你说的，因为音乐很大声。哦，是哈、哦。不会再介绍详细刚才那一段布拉格。哦，刚才那一段，好。没有，他刚才就是不是有一个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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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这个东西是他在第一段 Vishekrat 是在那个莫道河快要流进那个布拉格那个有名的查理桥那边有一个城堡，好 ，Krat 就是城堡这样哈 ，Vishekrat， 然后 Vishekrat 那个地方它其实是。在波西米亚他们传说当中，他们的祖先一个公主叫尼布雪，好，尼布雪就是等于说是在那个地方，好像出生在那边，在那边等于说是统治人民的那个遗迹，好，对，捷克语，对，那个 Vishekrat 哈，那或什么什么他们的那个，对，这是捷克语。因为它是应该说波西米亚语啦，对，只是后来大家就讲捷克语，因为捷克语其实最重要是两个地区的语言，一个地方是波西米亚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摩拉维亚语，其实那中间有一点小小的差别。然后像那个德伯加克跟那个斯梅塔纳，全部都是属于波西米亚这边出生的人，所以他们用的是波西米亚方言。但是像亚纳切克就是摩拉维亚这边的人，所以亚纳切克写的很多的歌剧其实是。他的原始的想法其实是摩拉维亚语的，就是但是当然他们其实是很类似，但是他们中间有很多的腔调或者是重音或者是甚至字的拼法会有点小小的不同。那至于斯洛伐克语呢，又稍微又更不一样一点点这样，对，所以这个差别是这些这样，对，好，然后OK， 那我们现在赶快进入我们台湾作曲家的这个部分哈，那个。台湾其实就是像我刚才提到，在过去这四五十年当中，其实台湾发生在音乐上面，在所谓严肃音乐这个范畴的这个区块当中，其实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个
其实很多人不晓得，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好像就好像所谓的严肃音乐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小众，那事实上台湾的这一群作曲家在做这些东西好像从头开始就一直是一个小众。我不太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应该说原因很多啦，我就是 在此我也没有办法真的一一把它指出来。其实我想要一直很希望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湾其实很多作曲家写出很好的一些作品，而且其实因为他们所用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其实是是在出自于他们自己生命，出自于他们从小到大的整个生长背景，所以其实那个东西是相当大的，相当可以打动人心的。我们首先先来听一段，然后我们现在这一段是那个台湾的一位前辈作曲家叫做戴德和老师。好，待会我们会听两段音乐，然后大家去做一个比较，就是很好很有趣的，就是戴德和老师跟马水龙老师这两位作曲老师呢，戴德老师还在，马水龙老师已经过世。好，但是呢，无论他们在取材是一些他们台湾民间的，而且他们都是很重要的曲子，然后不约而同他们都用了《桃花过渡》。我不知道为什么很有趣。好，可能是《桃花过渡》这个旋律，他们特别是让他们觉得很容易去发展他们的音乐的，因为常常发展他们音乐的逻辑或者什么，我其实不知道原因啊，是不是？那我们先听第一段戴德老师，就从他《乡音三》当中好的那个，等于说《乡音三》第二主题，他《乡音三》的第一主题我们待会会再听到，但是这是第二主题。好，然后他用到《桃花过渡》，想请看看他怎么样去把这个《桃花过渡》。
呀，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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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种东西，一直会出现。其实隐隐约约一直都有听到那个节气中间几个音这样子。这个就是说很多的那个动机，然后他利用这个桃花过渡的这个动机，然后去做很多的发展，或者是乐器出来的时间的时间差，然后有时候他可能是用中间的，然后就说滴滴滴滴滴滴滴，他可能是用滴滴滴滴的用这四个音，然后中间去构成中很多很多的就是无论是配器或音响上面，甚至是和声上面达成的一个效果，对，好，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这其实在那个严肃音乐的那范畴当中，其实这是很，就是说是一个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可以把一个曲子发展到很多的可能性，好，而不是说啊一个旋律从头到尾演奏一遍，然后这个旋律啊，我们现在换另外乐器再从头演奏一遍，那这样的话那个曲子会听起来太无聊，太就好像变成那个旋律重复只是不同的。唯一一个这个曲子写的最棒的，只有那个拉威尔的《波利路》而已啦。好，那个《波利路》它真的是同一个旋律，然后每一个乐器出来演奏一次。可是大概史上唯一只有这种曲子，啊，其他的大概都没有办法。如果大家以后听到有一个作曲家他能写，那这个旋律演奏一次，然后之后再换一个乐器再演奏一次，然后其实你感觉不出来，丝毫感觉不出来它中间的那个音乐制度张力的那个差别到底在哪里？那个基本上那个曲子，我就觉得不是很 OK 哈。对，然后呢，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听马水龙老师他在他的《廖天丁组曲》，这是他在70年代写的一个曲子哈，《廖天丁组曲》。嗯，大家想想，廖天丁不就是台湾一个传说中的故事嘛，对不对？哈，就是讲一个侠盗。哦，对，题外话，你们知不知道廖天丁是哪里人？不知道哈，大家一定会想到说他是不是在巴黎啊？对，他是在巴黎死掉的，但他其实是彰化的是台中的清水人。好，嘿，这个很好玩哈。对，好，那我们听听这就是，那个好像是，对，我是说那个描述，请问是从哪几分开始？哦，对，从这边来。
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好，我想要现在大家休息10分钟好，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听，就是说其实他那个作曲家他们都常常会截一段中间的几个音，然后去做发展。像好比其实才有一个更有名的哈，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拉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对，好，他那个主题是哒哒滴哒滴叭叭 ，OK， 好，那个是这东西是这样，但是呢，他把它倒过来，就变成滴哒滴滴滴滴哒滴滴，然后来超有名的，然后电影都拿来用，这样，也就是说，作曲家他运用这些旋律的要素，他要么就是截几个音，有时候他会变成把它变成颠倒过来演奏。好比说，本来是打巴打拉咪嗦，但是它可能变成嗦咪拉啦，这样对哦。当他去做这个，他有的时候他会用镜子，好比说我现在音型是这样上下，但是他如果在这边假设你现在有一个镜子的话，他就变成是这样子。这样了解，就是说这是一个镜像，就他们可以用很多种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音乐。好，那当然，如果这样一片景象，或者是有时候像拉玛尼诺夫那个，大家一出来，滴滴滴滴的，他说莫名其妙为什么突然跑出这么好听的旋律？其实它是那个主题的滴答滴答滴当的颠倒，这样好，所以就这个就是很有趣的一些手法。那为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会个人很着迷于这种就是西方严肃音乐去作曲的这种逻辑、这种发展的方式？然后甚至我觉得台湾就是说很多的作曲家他们能够运用，如果能够运用的很好这些西方的作曲技巧的话，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本土的音乐在艺术成就上面或者是在音响结构上面可以有更长足的一个进步。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个人会蛮努力的，就是希望就是哪个作曲家有些曲子我觉得真的是写得好的时候，我会很乐意去演奏它这样子。对，好，那这个先让大家休息10分钟，我们那个2:45再开始，好，谢谢。